林美石盘步道位在宜兰县礁溪乡林美村，步道入口位在林尾路旁，白线路段可以停车，先步行约700公尺，上方有护网，预防右侧高尔夫球场飞来小白球。草南湖又称下皮湖，是昔日的灌溉皮塘。抵达步道管制站，有洗手间。林美石盘步道呈现环状，全程1.7公里，我们右去左回，沿德子口溪上行，至终点石盘，绕左侧步道下山，步行时间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用来运送木材的木马道，前段碎石路平缓好走，步道从前是水圳路，将水引至下游灌溉，不久进入溪谷路段，水流声很湍急。一旁是漂亮的台湾梭罗，因为连日降雨，就连下游的瀑布水量也很丰沛。经过一小段爬坡，水流穿越峡谷，气势磅礴。这里仍然保存早年的取水道以及渠道岩洞遗迹。德子口溪是礁溪主要溪流，水源源自于雪山山脉，溪水清澈，左侧就是取水口岩洞。越过木桥，岩壁不时涌现小瀑布，抵达高架木栈道。
水流汹涌，从上游滚滚而下。峡谷景色更是壮观，难怪有小泰鲁阁的封号。在水雾的浸润下，苔藓青翠欲滴，林美石盘瀑布倾泻，轰隆隆的声响如万马奔腾。越过木桥，平台下是四棱砂岩，也是石盘名称的由来。下山的山腰路更轻松好走，不久便回到管制站。竹林内发现菌菇天堂，有微皮桑树、小皮三树，这里也是猕猴天堂。